欢迎大家来到正修科大。那么今年的这一个展的特别的意义，就是从原来的我们的艺文处改成科技艺术发展处。为什么要导入这个艺术？因为人跟科技没有办法离开，但是缺了艺术的成分，所以我们就把科学跟艺术两个结合起来。你可以感触到杨老师本身他的一些创作，从一个那个各位瓶瓶罐罐看出来的传统的那一种开始的教育，而到最后的一个发展，他的一个名字改成原态，这个是原来的态度，其实是在提一个本质，回归到最纯真、最纯美、最纯善，表现得非常强大的一个气势，在我们的感触中、作品中可以感触到非常的多。那也谢谢各位的一个莅临，让各位能有很多的时间来欣赏杨老师的一些作品。好，在这里呢，祝福大家呢一切顺利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先用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谢来感谢大家，这次能够莅临到我们正修科技大学的艺术中心。这次的展览其实真的要非常感谢正修科技大学。那2021年的时候，吴守哲处长带领着他的团队来到阳明山工作室，我陪着我的父亲跟守哲处长一起聊了一个早上。那这个因缘其实一开始是从2021年就开始，接着我们正修科大来邀请的时候，正好把这个制作的过程的缘分能够记录在这个记录里面。那可见的吴守哲处长的这个团队的用心，在这边非常感谢正修科技大学以及各位来的所有的亲朋好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